新盟队，哪一方才更幸福呢？选我，选我！跟着阿罗拉走吧，骆驼回李太子家，带回去哦。拜拜，咬我要睡，好，拜拜。要睡了，赶快睡了哈。啊，走吧。李太子家。回家去喽。这样我很好奇，那间中心还能不能用？看一下，他们跑走了没？靠，算了。我要睡了，好啊，要睡赶快睡哦。我回去，回去那个任务点位差不多了，回去那个任务点位差不多了。今天开太久了，先其实也没有啊，跟假日比起来还好哎，到十一点半才是4小时。哇，又是川普啊！野生的川普，野生的川普出现喽！来，要睡，赶快睡哦！说好的会累死啊！要回那个以太之家去了。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这里可以，这里可以拍照干嘛？这里有鬼是不是？10点半下班，等一下来各位，我们这次目标，4000赞。然后移一下，水哦，好像拍到不错的好，来吧，各位，目标4000赞哦。白痴哦。我想要这个宝可梦是奶奶喜欢的花，阿罗拉这么你用的是什么相机？才60分，这角度很好，这个是宝可梦对吧？哇，几赞几赞，2500多赞，烂透了。QQ 哦，才2500。太智障！靠，我还要复合对吼，这样子代表我还要复合好吧，喷火龙飞飞，太智家，这里走吧。好啦，我们回去那个任务点吧。阿伯梭鲁！哇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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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塞！这次是不是要抓一下啦，各位？先咬他看看好了，不要死哦。喷射火焰，看白痴哦！喷射火焰，那把这个忘了吧。是喷射火焰现在是不是有100多人都在挂机？差不多吧。还活着的打个87哦，等下我们就会出来了。好吧，打死啦，好悲戚哟！回来啦，川普也回来喽。这感觉怎么一回事啊 ？Bitch， 对不起，我一点都快乐不起来。你看，大家，他们就是挂机啊，然后听着声音做其他事情啊。其实我自己也会这样，是很正常啊。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不见了，什么东西不见了啦？数小时前啊！哇塞，不会吧？不会吧？那是要被抢走了。对，刚应该用卡比兽，但我已经不会再让他使用那能力了。Oh my god！哇！阿罗拉走了之后，那个叫做布尔美丽的就回来了。阿塞罗拉，我明明是训练家，反而要不是训练家的莉莉亚来保护我，哇哩嘞！没想到何斯和我们在一起的竟然会是莉莉亚，哇，你是莉莉亚。都是因为你们不可靠，不单是斯科莫，就连莉莉艾也来尝一尝我的怒。为什么是跟你打？为什么？为什么 ？Why？ 为什么？这怎么说都不合逻辑吧？大可服。中二少女。好啦。杂技，打爆他！哎呀，等一下哦，哎，对哦，喷射火焰，对哦，我终于可以看他用喷射火焰了。What the fuck？ 我靠！他下面喷火哎！这样，那他有地招是吗？没有，还是没有。好吧，算了。雷台，哼，下面喷火哎，哎，真的是鬼蓝，鬼蓝会呢。啊，死掉了。等等等。new 啦，有还在开哦，我刚到家，对啊，还在开啊。哎，好，来再一次，各位，我们准备看到那个什么所谓的龟蓝会，哈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，不好意思让你们陪我打一场毫无意义的对战，但是我应该跟你说过，科斯莫谷很可能为阿罗拉带来灾难，必须把他抢回来。你到这个岛的神船处来，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还要等哈乌吧，啊，他会来的。是啊，他也是个有趣的家伙呢。来了吗？哎、欸，哇，是你啊，莫丹。如果骷髅队只在破阵为所欲为的话，那倒还无所谓啊。小姐，叔叔，我可是岛屿，他是岛屿之王，他是岛屿之王。哇！我干！他居然坐着 ！What the fuck？
要帮我回血。顶多都是有效果。啊？这样子有点像吧？哦。金钩币。好的，奶奶。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在岛屿是吧？一样宝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大哥。靠。喷射火焰，哎、欸，烂透了，烂透了！这个末端我打得很辛苦，我的队伍超怕恶心。喷射火焰，啊，让你再次体验那个龟蓝金钩币，好、啊，穿夹脚拖就是不一样。混混二，刚说混混二是什么啊？有地面对不对？算了，先换一只水的出来吧。对，哇，龟下。效果绝佳！哎、欸，刚有一个水流尾，这个试试看，来啊、哦！哎呦，宰灰啦！要是没有吃完，我早就灭团。等，精神强念，这样，向对手发放大量精神进行攻击。哦，赞哦，赞哦！这个要把一个忘记了。幻象光威力多少？65。这个嘞，70。88。好。噜。等。猫老大，来吧，就让你出来吧。我他也是紫色的，哇，应该用这个试试看，幽灵球，哎，打屁哦，无法使出超市，真的很讨厌哎，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阿干完了，真的完了。比自己招是不是？那，大哥，不是啊！去吧，假擂台 ，WWE， 快点啊！极恶飞月粉碎级 ，Body Slam。这个应该是 Frog Splash， 哎，不行哎，超靠效果不好，靠呗，喷射火焰，敢不行啦，要死了啦，哎呀，打完蛋，好吧，来吧。海山压顶，二次波动，海山压顶，扁掉了，哎、欸，糟了，真的没什么用哎、欸，逐步击破呢，二次波动，这火焰味道有劲儿，啊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再压一次吧，
哎、欸，好像死了，死神 ，hold 住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！啊，好吧，只好叫嘴炮来喽。我们用这个好了，用这个。要死了啦！白痴哦，剩两滴，拜托你死你死就死就死！耶！yeah！ 啊！哈哈，真的服了你。这你拿去吧，拿来啦！妈讲屁话、欸，哎呦是那个哦、喔，美败哦，邪恶系的吧，邪恶系。噔噔噔噔啦啦！哦，罗伊来，罗伊来了，二属性的力量，像这样就能用了呢。好，我会了。看屁呀、啊，看屁！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干，吓死我！我以为宕机嘞。接下来还有其他事要做吧？别操之过急啊！还有格拉吉欧小哥啊，何必要依赖骷髅队呢？啊哈！啊，来了！你可不能再说快不快乐什么的。莉莉爱就不会，如果我不够强，莉莉爱就不会。所以温山决心要让大家再次展露笑容了。屁孩，莉莉爱被带到哪里去了？该不会是破阵吧？那时候碧玺就在那里呢。没想到你虽然天真，却还挺敏锐的呢。跟我有没有87%像？他在以太乐园，又要坐船哎、欸。干去那个乐园干嘛？那个乐园超无聊的。这是骷髅队的船吗？以太乐园，我们安全到码头了吗？好吧。谁知道呢？呜呜。我们该怎么办？当然是去找他。电梯哦。哎、欸，对了，既然柔一来了，我跟你讲一个数字哦，这数字你要仔细听好，对你来说意义重大。你看卡比兽身上这四个数字是什么？坚持快乐这边喽，谢谢大家哦。我 3DS 没电了，我们就下一次直播再见啦，大家拜拜，早点休息哦，晚安晚安。